大家好，今天碰到一件让我特摸不着头脑的事情，到现在还没想通。大致的情况啊，我跟你们讲一下。早几天有位网友加我，他说想跟我一起去摩旅。我说哪天有空，我们约好一起去哪个地方。他也答应了。后来我就把那些我们要去的地方，还有经过哪些线路啊，发给他去了。今天早上我们碰面了，他是骑了辆雅马哈飞智 i50。我带路先走，大概走了有10多公里的样子，他突然追上我，他说他家里来电话了，去不了了。我当时就很纳闷，我说你有啥，家里有啥事这么重要，马上就要走呢？他说家里确实有事。那我就说你家里有事重要一点，那你就回去吧，我们改天有空在一起吧。就他骑上摩托车就走了。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他不是往回走，是往前走，一拧油门就跑了。这咋回事呢？到底是他不愿意跟我作伴走，他的是 i50， 我的是 125， 我的速度也不比他慢啊。走这种山路，那个 i50 发挥不了他的优势，他走个80-90码不一定能走呢。我这个125走这种盘山公路特别松手呢。那位朋友是不是飙撞车了，嫌我的速度太慢？我知道那个飞智 i50 落地可能要20000块，这125落地的话也就几千块吧，7000来块，是不是跟他一起掉他的档次呢？讲不通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也许他家里真的是有事呢，当时是往前走了。那天他发了一下他家里的位置给我，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呀。哎呀，不多想了，管他去嘛，要找位摩友搭档难道就这么难吗？难道车子就要一定一模一样的吗？我的车子便宜一点旧一点，他的车子好一点贵一点，难道就是配不上了吗？打个比方，我骑辆125，那有一个朋友是骑辆100或者70的跟我一起去玩，难道我就应该把他抛弃吗？我不是王八蛋，这个我可做不出来的。哎呀，不多想了，我往我自己的去，再见。